观众朋友们好，这是7月13号，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临近电视的人生频道人生之中频道，又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我们都听到了一个悲惨的消息，刘晓波先生离开了我们。这一天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之一。今天呢，我请到了刘晓波先生的学生，1989年天安门广场运动的英雄人物吴尔开西先生，请他来跟我们谈他的老师刘晓波。现在，请我们的导播把吴尔开西先生请进来。开西先生您好。小兵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心情都比较沉重，我想呢，你也早就知道，刘晓波先生离开了我们，我想请你先说说感言吧，我现在还在急。悲极痛的心情状态之中，过去这2个小时，几乎就听到消息开始，就一直是在情绪极度的这个悲痛，所以可能也要跟小平、跟观众朋友抱歉，我会尽量让我的语言能够。能够拥有逻辑完整，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请大家原谅我可能难以克服我的情绪，会在我的这种悲痛的情绪可能会让我讲话不够清晰，不够。我请求大家在这种时候更多的理解，然后靠那份理解来知道我想要说什么。我的感言嘛，我的老师被杀了，光天化日之下，而且用了20多年的时间，慢慢凌迟而死的，杀了我的老师，杀了我的好朋友，杀了我的人生之中最重要的导师，也是杀了一个中国人。当做是一种盼头的一个人，大家都在数着他什么时候离开监狱的，获得重获自由的那个日子。每一个人都在，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我们也在，我相信小平兄弟也在，然后所有的观众也都在算着说，哎，再过几年他刑满他的刑期，那个时候中国会怎么办？中国共产党会怎么办？算这个账的人，没算这个账的人，应该是绝无仅有。我的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在讲到刘晓波这个人的时候，用了一个词说，他理台湾的一个朋友理解了一个中国大陆的名词，叫盼头。他以前不懂这个词，大陆人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说这个人是个盼头。刘晓波是中国人的一个盼头，那个盼头可以用日子来数出来说，OK，还有他的刑期还有多久？他释放出来，等他自由的时候，那个盼头不见得就是那他释放了中国就怎样，但一定就离那个就怎样更近一点，或者就觉得可以参与、可以观察、可以更有盼头，而这个盼头被共产党杀了。共产党说，最后的这个不到1个月的时间，2个礼拜的时间，说所谓保外就医，无耻。这是保外就医吗？中国政府只不过是要避免他死在牢房里而已，因此把他从原来的锦州监狱搬到了一个叫什么沈阳第一什么医院监狱。那还是监狱。我难过的是，刘晓波最后的日子也没能够让他
享受的，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站在自由的土地之上，并接受全世界都已经认可、光荣、承认的他的光荣。我相信，我相信更难过的是，刘晓波一定在他最后的清晰的意识之中，还在担心着刘霞。然后，他在最清最后的清晰的意识之中所担心的刘霞的状态，今天依然还没有改变。我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讲了这么一番话，我说所有的原本可以有所作为而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这些西方民主国家，他们没做，无所作为，以为只是无所作为，袖手旁观而已。在刘晓波的死这件事情上，以及很多中国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上面，你们的无所作为使你们绝对的成为了中国政府的帮凶。我的老师死了，你们是帮凶，共产党是杀人犯，然后我们在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杀死了我们的老师的时候，愤恨难消之余，在这个时候，我很想让在观察着这个明镜电视的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能够传达一个信息给他们的老板吴尔开西，以及我们所有的刘晓波的学生朋友，在这边想告诉共产党，我们依然看不起你们，然后我们依然不怕你们，我们依然还要保持着刘晓波的那种信心，连把你们当敌人都看不起，你们只不过是我们走向追求理想的路上的绊脚石而已。这个是想要，如果今天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参加，我们就是在愤恨难消之余，我们要找到最好的纪念小波的方法，就是我们不怕共产党。然后我很想要共产党在这时候知道一件事，就是我真的很看不起你们，你们是杀人犯，但我还是看不起。这个小波啊，从监狱出来啊，一时一刻的这个自由啊都没有享受过。他在这个医院的时候啊，他并不像一个处在一个正常的病房之中。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在医院的病房都是那种牢笼式的那种病房，可想他们对小波是怎样一种防范。这两天呢，就是昨天我在推上，我说越是到了小波先生的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们对小波家属的迫害就在加剧，他们的一些亲属的电话被掐断，不能够见小波，小波的一些朋友们被警察挨个的谈话慰问，没有一个小波的朋友，就我们目前听到的，没有一个小波的朋友有机会见过小波，没有一丝机会让小波心爱的妻子有离开中国的可能性。小波呢，他知道自己生命不多了，他也没有别的奢望，他有的奢望是他要出国，
实际上他要出国这个事情啊，他主要就是为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啊，小波在中国啊监狱的坐牢，他的妻子在中国的家里坐牢，一天基本上没断过，所以说他很愧疚他的妻子。北京为了打击刘晓波，对刘晓波家属、对刘家的亲属搞株连法，他的弟弟呢，因此呢被判了11年刑。就是这个弟弟，是刘家最大的愧疚，就是为了他们的人生来坐牢。所以刘霞呢先生，刘霞呢女士呢也希望啊，他和小波，他和他的弟弟能够离开中国，去呼吸点自由空气，去国外治病，因为刘霞有很重的忧郁症。就是这样一种，就是这样一些人道的一些要求，中国政府都拒绝了。像这个开西友呢，我看您在台湾出席记者招待会，说小波先生是被谋杀，那么您现在这种感觉强不强烈？非常强烈，当然非常非常强烈。然后他们杀了我的老师，用20年的时间，凌迟的方法杀了我的老师。但是有一点，虽然就像你讲，他在临终最后一秒钟都没有能够享受到真正自由的空气，踩在自由的土地之上，而且为此他一定在最后在挂念着他的妻子、他的爱人。有一件事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来，在痛哭之余会有一个微笑的，你心里边一个微笑的想法，共产党到最后都没有打败他，他内心的自由，他内心那他的就是，这是一个自由人，自始至终这一点共产党没能从他身上夺走。也许这是在2017年的7月13号这一天之中，我们能够对未来找到希望的一个注脚，就是好好想到说，对，刘晓波至死也没有被征服，他依然是一个极高贵的自由的灵魂，这件事情依然给我们希望。小波本来就是一个盼头，就是一个希望，他死了，被谋杀了，我们不应该让那个希望磨灭。那他没被征服，心灵没被征服这件事情，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遗产。我们可以在今天，就是尤其我很希望今天我讲的这个话能够被那些五毛啊，当然更希望是那些国宝特工能够在一边记着笔记说沃尔凯西到底要说什么，在考就是在了解所谓密切关注世界舆情，想知道刘晓波的死亡对他们有，刘晓波的这个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刘晓波的死亡能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沃尔凯西说了，我们仍然微笑，我们仍然不怕，而且我们仍然鄙视你们，而且我们仍然满怀希望。我希望五毛们，我希望特工们，我希望网军们认真记录我讲的这番话。前两天我采访陈军先生，陈军说你能消灭我的肉体，但是你没法战胜我啊，这个话呢啊，他是讲刘晓波的。我想呢，刘晓波在生命垂危之际，他的朋友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络绎不绝的去沈阳监狱的附近，去那个医院的附近，去寻找刘晓波。
虽然他们见不到，这些人就是因为冲着小波的精神去的。我呢在采访你以前呢，我看了一些，就是说你跟小波的一些故事，他说你跟小波之间的这个师生之情啊，也是一种精神纽带的一种连接。从1989年开始，那时候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就知道刘晓波这个人了，是这样吧？我能考上北师大，其实一直盼着说啊，有朝一日，能够进到师大，在校园里可以看到他这样。因为当时没人不知道刘晓波嘛，在中国，然后对我们那些年轻的，向往自由的那种年轻人来讲，他是一种偶像精神、偶像的象征人。我们知道89年的时候，他是。因为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然后不得不离开中国，到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当访问学者。然后，可是学运一爆发，纽约的朋友，像我们的这些好朋友胡平啊、陈军，他们都知道，就是刘晓波说我要回去啊，我不怎么能够在这么这样的时候。不回到中国呢，他真的就买了机票，就离开美国，就回到了中国。这件事情，很多刘晓波亲近的朋友都知道，但也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今天不妨就利用一个纪念刘晓波的这样的一个专辑来告诉大家，他当时已经人到了美国，然后回到了中国，就是因为他要跟学生们在一起。那回到北京以后，他是北师大老师，他那时候马上就到了师大，然后马上就去找，他的学生，很重要的学生，也曾经在跟李鹏，会面的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会面之时候，他也人在现场，也曾经发表讲话，叫程真，是刘晓波的教过的学生，然后他这个。刘晓波找到他，就问他说：“这次这个学生运动，我能怎么帮忙？学生头是谁？”当时我的职务，刘晓波回来的时候，我当时有两个职务，一个是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一个是北高联的主席。那康昊这个程真，当时是中文系的学生，他一直是在帮我做对外联络的一个工作，所以说也是核心的学生。运动的骨干，那程真就说啊，那太简单了，你想找学生头，我带你去找沃尔开西，沃尔开西是这个职务，这个职务。刘晓波当然就说马上带我去，程真就带他到我宿舍，我们正在开会，高自联正在开会，所以程真敲门，然后就马上带着刘晓波进来说啊，刘晓波来跟你们见面这样。刘晓波的名字如雷贯耳啊。可是我们当时正在非常紧张的开会的过程之中，说实话，有这么一个人带着我们说，哎，突然来了个老师要来给你表达，在当时的那种年轻气盛的学生的感觉之中，就是说，你不要在这边以为你是刘晓波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正在开会，你没看到吗？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把他给赶出去了。然后，刘晓波在小说他自己写的书里还写到这一段：会开完，我还没忘我曾经多么的想要，见刘晓波。所以会开完，我马上去找程真，然后说我们现在去找晓波。然后我们就去了晓波的宿舍，然后敲开门，说啊，我是沃尔开西，那晓波老师你回来太好了，这样。然后刘晓波呢？据说，据谁说？据他自己说，在他书里有写到，就是说，哎，说沃尔开西马上本来愤恨，觉得这个学生怎么那么无理，结果他马上开完会来找我，觉得自己哎很重要。这个故事是个小故事，就是当然我这个故事我在这里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故事，但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让别人觉得好像我要。
这个故事是刘晓波自己也确认他在书里有写过的，所以我特别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开头。然后从那之后几乎我们每天在一起，几乎每一天在一起。有人说他是八九年之后共产党说他是黑手嘛，说是长胡子的人，是那个也因此就判了他这个3年徒刑。严格说共产党的说法没错，只不过呢就是明明没错的一件事，就是说八九年这场学生运动后边有老师当顾问，有什么不对吗？我们是学生运动，有老师当顾问，有什么不对吗？天经地义啊。可是共产党，你知道，就是用他的那种语气，在尤其在没不能让我这句回答说有什么不对，这句回答在中国全中国可以被听到的一种情形之下，用中央电视台的那种语气，就是说。表现出来好像学生运动不纯洁，并不是学生年轻的学生而已，而是有一些有胡子的这个黑手在后边。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学生们自发走上街头，没错，我们年轻，但在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到把自己当做这个一个中国的未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责任，我们走上街头。而刘晓波在那个时候说，我们作为老师要来当学生们的顾问天经地义。所有天经地义的事在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稍微还是需要稍微多解释一两句。这是中国今天没有这个自由思想空间的一个悲哀啊。但至少我们通过明镜电视可以把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这边花个一分钟两分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说，是的，刘晓波当时是这个八九年这场学生运动最重要的老师，是最重要的顾问，那么为此他也至今感觉骄傲，我也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顾问，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感觉极为骄傲。那么八九年学生运动没有荒腔走板，不仅没有荒腔走板，成为反而而且成为了这个这个世界群众运动历史之中最为这个理性的群众运动之一。作为成为这样的一个表率，跟刘晓波是我们的老师，是在那个时候带着我们去这个给我们很明确的这个叫什么规范和指导有明确的关系。我们然后到最后当天安门屠杀开始的时候，也是刘晓波在那里跟军人这个去谈判，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如果说今天还有人要来追究说刘晓波当年说过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如何如何，那是因为刘晓波的努力才做到的这一点。在今天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一点，不给他这样的一个澄清，当然历史也一定会给得很清楚，但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做出这样的澄清。我跟他的师生情谊非常的深重，我们后来在八九年之后在美国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旧金山，我们在机场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把他的行下的数字给我给错了，所以我找他找了一会儿。但那个也是过了天安门过了两三年之后，我们两个再次见面在旧金山机场拥抱的时候，就好像好几年没说到话的家人。
我后来你拥抱了我听说他在你好们家嚎啕久大哭好啊，久，是他在我家嚎啕大哭，他在我家吃饭，我们两个人，我们俩，他还有我当时的女朋友，就是后来成为我老婆的那个台湾女孩子。我们在家做饭，在我家，我看他衬衫脏了，拿了我的衬衫给他，然后让他在我那儿洗了澡。说实话，国内出来那时候，他刘晓波居然还没有那么爱洗澡的习惯。我就说你去洗澡，换衣服，给他我的衬衫，然后完了以后，在我家我炒了菜，拿了二锅头，我们在那边喝。突然之间，他就开始嚎啕大哭。嚎啕大哭，嚎啕大哭，像一个10来岁的孩子，没见过一个就是30、40岁的男人，哭的时候是那种嚎出的声音，能够吓到人的那种哭。对不起，小平。好的，我能理解。这个久别之后的重逢，大难之后的重逢，而且你们这种关系，我觉得小波是最知你的人之一啊。我不知道还不有别人啊。陈军先生告诉我，他说小波这样说你，说是您是他在学生中发现的人民英雄。然后呢，您呢有一个著名的话，我在读你一些这个资料的时候，你说你能听懂刘晓波，就是在某个意义上，你们两个人是有一种精神的啊非常强的连接的。我在一些资料中我也发现，就是您自己说，就是说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你只是充分的陷阵。啊，冲在前面，但是呢，你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深层的一些含义。那么这些含义呢，是小波在这个过程中点拨你，那你知道了这个运动的含义。而且你刚才提是。到，就是说这个小波在这个过程中，他作为你的顾问，就是说呢，他在规范这个学潮，让这个学潮成为历史上最有理性的一次运动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刘晓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一些作用。所以你们两个人这一生的这个缔结啊，互相成为朋友啊，我想呢，对你们双方来说呢，都是一种好像是天然似的，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不敢当，啊？绝对不敢当。我可以跟在这边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就说你们如果有机会，而且我这一点有很多人可以印证，所有见过小波的人都可以印证我讲的这番话啊。如果见过刘晓波，认识刘晓波，你就会发现这是最真诚的人。你这辈子见过最真诚的人，你这辈子见过最浪漫的人，但同时也是你这辈子见过最坚定的，而且我不敢说他是最勇敢，但他绝对是。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勇敢，因为勇敢的定义是什么？勇敢的定义不是说你不怕，而是你把不怕当做是一个要追寻的目标，一种归念。你在跑，你不断的克服你的怕。如果从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刘晓波绝对也是最勇敢的人。我跟他。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成为他好朋友，成为他待见的家人，像家人一样。就像我知道，当我们在旧金山机场见到面，过了天安门屠杀之后再一次见面，
然后我们两个在机场拥抱，我到现在都还能感，还能好像还能感觉得到他的手指头嵌到我肉里边的那种，我们在拥抱的时候，他手指头嵌到我肉里边的那种感觉，就都还历历在目。而且我们，你知道，就是我们在机场拥抱，然后两个人都流泪，但两个人都没说话。然后到家里，我们当然说了很多，然后炒菜做，喝着喝着酒，然后突然他又不讲话，然后不讲话之后，然后就开始哭，然后哭完了以后，痛苦，嚎啕大哭。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人继续喝酒吃饭，就没再讲我们当时在哭这件事，就不再提了。我的此生极大的幸运，有机会跟刘晓波成为像家人一样的师生，然后能够或者说没能够在他最后的这段时间能做什么，这个小平，我不知道，就你跟小波也很熟，当时在广场，这个你也知道，这个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我想说认识他的人应该都会接受我的说法，他是见过最真诚、最大度、最有耐心、最善良。有人说啊，人无完人呢、啊。有时候会想到刘晓波是不是完人之一，没，他就是个结巴，我估计他的那个结巴就是老天爷觉得他太完美了，然后就总得给一点不完美，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在八九年的时候很少有几次对我发脾气，有一次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是我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想要我们在那边就是要准备接受外媒采访，然后我们在那边说演练要，如果外媒这么问我们要怎么回答，然后我就想说，外媒如果这么问了我们应该这么回答，就是好像要美化一些事情。在那时候他就生气了，然后生气他就说，你所有的话都要讲真话，你怎么可以不讲真话？然后他当然他一生气就结巴，一结巴就讲不清楚，就更生气。他是容忍，他跟我讲的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当然要讲真话，你不讲真话怎么可以搞这场运动。除了所有比方说对民主的概念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提点之外，然后让我们当时理解，比方说他那时候强调的民主是要从民间制衡力量的养成，要在学会妥协的情势之下，给对手足够的台阶的情况之下，迫使他做出良性选择等等，这些都是刘晓波讲的话，而且要坚持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的这样的精神，这些都是刘晓波讲的话，也都是在那个时候成为这场学生运动的主轴。除了这个之外，在为人这方面，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当头棒喝，就是我们这些在中国成长的人，我们当在思考要如何回答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思考的是怎么样回答能够对我们最有利，而忽略首先不是应该要诚实回答那个问题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刘晓波是我的人生导师。在这种面对这样一个政权啊，你呢，不仅是你，就是晓波所有的朋友，国内的国外的，都有一种无力感啊，都觉得自己在晓波先生这么样的一个人生危难关头，在他生命的最后日期里头不能跟他做任何事情，确确实实有一种想帮
不知道怎么帮，帮不了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您在91年之后，我觉得，你说，我们在脸书上，我们在 Twitter 上，我们在微信上，我们在微博上，我们在所有我们能表达的地方，在这时候要跟共产党说，我看不起你，我不怕你。然后我们坚信刘晓波的理想，然后我说刘晓波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让共产党发现他们不仅无法，他们可以杀了刘晓波这个人，却无法扼杀刘晓波的理想，不仅无法扼杀，而且让他的理想在他身躯陨灭的时候，却还能够在全中国所有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的这种言语之中能够得到升华，我想是最好的纪念刘晓波的方法和面对杀人犯的方法。这个我们听说啊，这个小波的遗体啊都不能回北京，必须在当地火化。这是北京为了防范刘晓波的这个引发某种因素。实际上从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2个愿望，一个呢最好能出国，如果出不了国的话呢，能到北京去治病，啊，这2个愿望一个都没有实现。那现在呢，北京这样的维稳呢，实际上就是把小波的事情想在沈阳画上一个句号。所以北京的朋友，海外的朋友。有些人想给小波开个追悼会，现在呢都不知道这样的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对刘晓波的了解，以我对刘晓波的了解，刘晓波是一个极为精神世界的人。我们有一张他的照片，甚至如果没有一张照片，就用一个空椅子的照片，哪怕就是刘晓波这三个汉字。No，两个，就写小波两个字，就足以代表他。以我对小波的了解，他不会那么介意他的遗体，我也希望他的家人在如此悲伤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而且我们多想这个时候去跟他的家人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不知道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然后，也许永远无法，但是冥冥之中吧，如果他们能够感受得到或听到我的想法，或者无论如何通过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传达给他这样的想法，小波在乎。小波是个精神的人，而他精神上始终是没被打败的一个自由的勇敢的人。那精神的刘晓波，比其他所有的都重要得多。你们有一张他的照片，就可以帮他做追悼会，就可以做追思会。然后，在这个时候要尤其表现出对于共产党的蔑视。我想，如果刘晓波不能教会我们无惧这件事，那是悲哀。所以我在此呼吁所有的观众朋友，用你的方法，用你所在的地方，你的任何的方法，表达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怕，然后把这个不怕变成你未来
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准绳，要活得比今天更不怕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你们都会让刘小虎在天之灵早日安息。这开西，你跟小波91年在加州再见之后呢，后来你们还有机会再见吗？嗯，脸书对不起，Skype， Skype， 我跟家人这二十多年的所有的见面也都是 Skype， 跟小波也是，常常在 Skype 上面通话聊天，然后很有意思，就是他在 Skype 上面跟我聊天，从来不结巴，就是让我会觉得就是你不结巴了这样。对啊，他这个结巴有点神奇的这个现象，就是说他人来疯啊，人越多他越不结巴。对，这个啊，开始的时候结巴，越往后说越不结巴。啊，没生气的时候这个不结巴，生气的时候结巴。所以说，这个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你多听他说，他就没有任何问题。嗯。那个开西，你那边有很大的声音。这消息我一直都有，媒体一直要打电话进来，这样。好，这个我呢，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嗯。就说你刚才提到小波有时候对你也生气，是吧？那么你对他是不是也生气？如果这个有一个例子的话，我是知道，就是你对他的那个《末日青春者的独白》那本书是有批评的。嗯，当然是批评，但没有生气。嗯嗯，他见到我的时候，我们在加州见面的时候，他是跟我讲那本书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是偏激的，我说你别说了，因为他想要解释那本书。然后那本书是，我想平心静气一点讲哈，就是，我们对待小波今天用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评论，是他会需要、他会想要的，而不是完全的，溢美而已这样哈。这个，那本书是一个他在天安门之后。很情绪化的情况之下所写的一本书，他在天安门之后，当然这一点其实也很能说明，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极情感化的一个人。那情感化的一个人有的时候难免就会偏执，也难免就会偏激，然后他完全无法原谅自己不小心帮了共产党的忙。他想要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我确实没看到死人，他觉得对啊，我就是没看到啊，那有什么不对啊的这种情绪呢，他后来不能原谅。他又跟我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能原谅呢？就是说哪怕他讲的话字面上看来都是对的，他的确不仅没看到，而没看到的原因是因为是他把学生带出去了，那他怎么会看到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共产党就说，那你告诉我们共产党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他说没有啊，你确定没看到？他说我当然没看到啊。他说那你可以重复吗？他说我当然可以重复。结果这个重复就放到了中央电视台，而这样的重复他不能原谅自己。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讲的话对不对，他就可以是否真实就已经完全可以是否正确。在以30年代的时候，一个在德国的人类学家，如果说我发现犹太民族有一种比较这个势力功利的这种民族性，他讲这句话可能是一个就是很平实的个人观察，完全属应该属于自由主义的那个言论自由，甚至是知识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知识分子的那种言论自由的范畴。可是你在1930年的德国讲这种话，你就是在帮希特勒。所以不能够完全用是否
扪心自问就过得去来当做，就你今天的扪心自问可以站在一个比方说死神的立场，明天的扪心自问可能就可以站在更高的立场，那个高的立场是在于说一种历史的和在就是你要知道对你讲的话的它发挥的历史作用。这样刘晓波是后来不能原谅自己，很不能原谅自己，而且有非常严重的幸存者的罪恶感，所以他选的这本书名字也是这样讲嘛，《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在这么强烈的幸存者的情绪之下，他写的很多东西是是愤怒，而且无就是因此不仅不严谨，可以说是是很多他有错误在里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当然在讲这部分，但我讲的时候不仅没有生气，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好朋友就像在我家嚎啕大哭，或者是他发脾气的时候痛骂，哪怕真的哥们儿就是说一种情绪来的时候踢你两脚，那都是正常的，朋友嘛，家人嘛，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对朋友和家人本来也就是要接受。所以我没有过对，我对于他跟我讲那次讲这个末日幸存者独白之中他写的一些东西以及包括对我的说法等等，那对，就是没想到过了一年就见到我的时候，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紧紧拥抱。那当然就也对我来讲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所以我没有过对他不满批判。但是我们讨论事情各方面来讲的话，他有过，比方说后来我们在 Twitter 上在那个Skype 上面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说你这个想法不对，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哎，你这个想法有道理，我们过去没想到。我们会有，当然会有这样的讨论，这样的对话。但互相的那种承担敬重，毫无疑问。好。谢谢开西，在晓波去世的日子里，接受我们民进党的采访。谢谢小平，谢谢小平，谢谢小平，谢谢各位观众。谢谢我们的观众，陪伴我们度过这艰难的时刻。我们下次节目再会。